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码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局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先看一下第一副牌，这个起手牌有点不一样啊，上来就开对子再打，手里的搭子还不齐。开对子，说明这个牌有更高的想法。来三条，先打一个北风，还是不太想暴露自己的牌，不能给他们看出来。上来我就开了一对，一万再留一留。这个牌来得好，就是混碰啊，碰三条打掉一万，先碰三条，那肯定是最好的。三条一碰，意味着两条也不远。上家打二条，直接碰二条听牌，打掉西风，听个小海狮顶球。其实这个牌完全可以单调一张西风，听得决绝一点，就是往混碰上面发展。但是凯哥没有那么的极端，总归是想多一张牌，多一点机会。看看是西风先来，还是七八条先出现？七条自摸，那就是混一色，六个花28分，加个苍蝇38分，能自摸，那就说明选择对了。看一下第二副。这个牌起手有三对，可以做混一色，也可以做碰碰胡。看看这个牌会怎么上？对家打蓝风，碰蓝风先打四条。来东风，那就开掉五条对。想法和上一把一样。来两桶，那就打一个北风。两桶一来，这把牌混碰有机会。上家听牌了，九桶摸克子，打掉五条。再一上张，六筒东风找朋友，最好是找个对子。碰二筒听牌了，上家不听牌的话，这个牌我会选择单调东风。但是这个牌肯定是单调六筒了，因为手里一克子三筒，一克子九筒。如果说打六筒点炮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三家听牌，看看另外两家都听什么。我上家听六九筒。两个人争一张绝张六筒，意大利炮已经架好，就看看这把牌能不能把握住机会。三筒开暗杠，这个开杠已经没有必要了，已经是辣子牌型了。上家绝张六筒子母，手气还是他的好啊。看一下最后一副，这个牌起手一层牌都没有，算是三上张的牌。
来八筒，先打东风。上家碰南风，这个样子应该是在做碰碰胡了。来小鸡，手里有四对了，先打三条。如果不上张，我的牌也可以考虑去做碰碰胡。来七条，这个时候要做选择了。门清一上张，那就打掉五条，放弃碰碰胡这个选项。抓八筒听牌。上家打四筒点炮，六花14分，加仓16分，摸被点掉。